是你呀、啊！哎呦，囡仔，我嘛想袂到会阁拄到你呢，这是表示咱两个足缘呢。我等下阁有代志，无想要听你讲即挂无营养的话。你就等下，你毋是爱我替你找伪装的头路？我找到啊，就是在下本人我，我即马需要你替我西装打扮一下。我真正有代志啦，你找别人。不要紧啊，你当作我这么凊彩呢？我选择你，我是相信你，我要重用你呢。敢讲这一丝丝面子你拢无要好？是讲这，可能是我的地盘呢。你呐，无要甲我西装打扮，恐惊的连大门你拢找无着倒。你也袂甲我讲，你叫啥物名呢？哇，我叫阿花啊。啊，那换人这款名啦？哎，你莫即个来我应应呢。你爱问，我就给你一个名。啊，你到底叫做啥物名？我即马叫欢喜。欢喜，我到底真还是假？既然你唔知影我的名是真诶还是假，问几波？什么？要紧的，你对查甫人确实有一套，连我也无了。无你几岁？你唔知影问查某人的年纪，无礼貌哦。好，莫问。无我问，问恁家阁有啥物其他的人？恁家住倒安尼无？问遮济是咧面试，我着讲我无要来遮上班啊。恁这钱哦，我无在了谈啦，你找别人。哎，莫挂起你家己啦，我下我保证，只要你来哦，绝对赚大钱的。这我唔捌看唔着人做。我钱已经有够用啊。好紧啊！既然有人用，家己钱有够用啦。你小考虑一下。好啊，我考虑好啊。我无应付，多谢你的心意哦。你考虑这无五秒，你不要命的啊！呜！你怎呐？你电着哦？你的吹风机当作是喷枪啊！要甲我头毛烧起来呢？啊，歹势啦！啊，鲁玛丽一直甲我问问题，害我无法度专心。啊，我这个人就头壳无好啊，无法度一心二用。啊，歹势啦，害你的头毛差一点啊就烧起来啊！你真正唔刁工诶，啊！不过我看你这人袂遐精哦。哪会当甲你比？你叫我来，我嘛是乖乖啊来啊。你也是予我安心，甲工课做完，我等下真正有代志啦。妹妹，我感觉你用甲足好，我已经真瘾啦，唔免阁用。唔免阁用啊！安尼我是毋是会当走啊？会当，啊！不过我问你。以后我要去说道，会当我找你来。头家，我看也是卖好啊啦。你嘛看到啊，我头壳就无好，讲话阁含慢。你也是找一个会当甲你配合的人。啊，若无后一遍，你头毛会臭火大哦。今仔日的造型费2000块。多谢。